恩典太美麗。嗯，我想很多人都認識這首歌了。我這個編曲呢，第一件事你要看一看左上角我寫著什麼 Drop D Tuning。 什麼叫 Drop D Tuning 呢？正常一個標準的吉他呢，你平時用 Tuner Tune 是 E A D G B E 嘛，那我就要專門將個六線呢由 E 呢，即是六線是 E 呢，變去做 D 的，聽著了嗎？要什麼了？我留低的，我現在就將它成功吞了做 D 了。你如果不懂得用耳仔吞，你可以，你其實可以跟四線對，因為四線都是 D 音，你聽下，如果不和它會撞，好像沒有說過的東西，不和它會撞。你可以用 tuner 即是直接吞去做 D 音都可以。跟著呢，你跟著彈的時候，譬如第一句你聽到有個很低的音的，所以呢令到首歌呢會更加聽起上嚟即係個厚啲嘅個音色，因為比平時嘅六線通弦嘅 E 咧更加低音啊嘛。咁呢個第一樣嘢啦。咁同埋咧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個 melody 又係連接，其實講咗好多次嚇，但係真係好多人咧彈得唔好聽，因為啲 melody 成日斷啊。嚟聽下呢、這個。咁你直至你彈下一個，即係彈個四線空弦之前呢，咁你就唔好咁快放佢，有啲人會咁啊。嗱，咁啊，梗係唔好聽啦嚇，個 melody 要連接。